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鄉親咪，歡迎收看今日的婚姻新聞。全國九合一選舉國校選前今日進行後備抽籤，國民黨婚姻館長候選人張麗仙以及民進黨館長候選人劉建國也分別在各支持者的陪同下到婚姻館議會大禮堂進行抽籤。只有無黨籍館長候選人林佳祖高興前來，最後抽籤的結果，張麗仙是一號，劉建國二號，林佳祖抽出三號。婚姻館選委會今日九點在婚姻館議會大禮堂進行婚姻館長候選人的後備抽籤，依照着各候选人进行登记的前后来进行抽签。首先来抽签的是无党籍候选人林佳如，也来抽出三号；民进党候选人刘建国抽出二号；国民党候选人张丽仙也来抽出一号。好，好，胜利。民进党籍婚姻馆长候选人刘建国表示，抽出二号也代表着胜利的号码，爷爷精神口号也是新婚人大胜利，因此二号也是一个正好的起头。同时，同款也是民进党籍的斗六市长候选人柯百芳抽出的号码也都好是二号。我想很高兴，今天在抽签最后可以得到抽到这二号，就是新婚人大胜利，新婚人大胜利。我相信这是一个今后的一个起头啊，因为我们南龙仔以后是一个胜利的这个标志哈，啊，所以我今仔日甲咱这道市长候选人哈，当即拢提到以后，我想这是要带来婚姻，带来咱道啦啊，一大大胜利。本来变连任的国民党籍婚姻馆长候选人张丽仙，即摆抽出的号码为一号，也来提出婚姻上场一心奉献的基调。张丽仙也来表示，抽到一号是真欢喜，因为伊拢是一心一意一步一脚印来为婚姻做奉献。现场邀一位大不倒的妇女来为伊做加油。所有乡亲都知道，我这一段时间以来一心一意都是为云林奉献，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都能够同心协力，一定全力支持长远以来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张丽仙。我希望我们在11月16号大家都能够团结，因为我们一心一意都希望云林能够翻转，云林能够改变，云林能够上场，也能够加速前进。各候选人的抽签号码拢伫今日已经来出炉，以距离选举也只剩一个话月的时间，提醒民众伫咧11月26号就要记来投票，用行动来支持家己心目中的候选人。记者江怡采访报道。